今天要教你洗头要学多久啊？学多久？慢点。快则呢一个礼拜，慢则一个月。那有些人呢是有可能太扯了吧？因为还要笨哦。当然，不然怎么会有人还要花钱来洗头？你真的不会洗头、哦？我不会自己洗哦。嗨，你好，我是78号助理，我的个性就像我的号码一样，助理给我洗头，你放心。主要我们洗发部分的话，我们要先从手腕部分来去洗刷。你在干嘛？我正在看到你的手啊。你什么事啊？接下来我们要把头发全部冲湿，这样。Turn down for what?要旋转加速。Flip this thing up。抓头皮的时候，不能用指甲，只能用指腹。抓的时候呢，要拉长，这样客人才会觉得舒服。对啊。像我们头后面也要洗。先从额头开始，之后再太阳穴，之后风池穴，百会穴，最后关键，提高。Show it off, girl. Show it off. I get loose with it. That bikini. 很多泡泡要怎么用 ？Show it off, girl. Show it off. 对啊，我不是伤害我泡泡哎。开。What you gonna do with that dessert? Do I need that?究竟什么时候才能达到电脑这种神的境界啊？好了，快点帮我洗。嗨，你好，我是78号助理，我的个性就像我的号码一样，助理给我洗头，你放心，觉得舒服彻底。我阿姆不知道，就我才能打一次面，见面人都像家一样忙，我们的手每个。